嗨 ，L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曾之乔乔乔。每一个人定义的疗愈真的是很不一样，在我心里，美这件事情是非常疗愈的。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丹麦的时候，人生地不熟，然后拼命找路的情况下，第一次跟行李箱建立了革命情感。我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 push 得太紧的人，在不用强迫自己的情况下，我就反而进步得很快。意大利他们的俗语谚语都会提醒大家，无所事事是很美好的，体会一下你到底是什么状态。大家要花点时间安静地探索自己，归零的感觉。